今日无好无介绍，比介绍咱新出的这个 lotion， 还没 lotion 安尼好了哈。伊个名叫做 Luminous White， 意思就是讲光明光亮的意思啊。这个咧伊会防紫外线哈，30 SPF plus P P A plus plus plus。所以咧，差不多加十点钟，会可能防护室外吼，日头晒吼，防 UV， 防紫外线，防皮肤癌。OK， 咱来看有虾米成分安尼好了。头一项哈，我人的成分呢，又叫做一个叫做一个 tangerine pill。这 tangerine pill 咧是一种的桂枝 extract 出来的。这个成分是虾米来咧？当今第一要紧的成分就是会杀菌的，伊会可能皮肤上面的细菌，伊会杀死皮肤上面的细菌。所以我人这个 tangerine pill 的成分会杀菌。接不来有虾米都知哦。听过夜间草油哦，就是咱的 primrose oil， 所以我人 primrose oil 个是 organic 的成分呢哈 ，organic 成分的 primrose oil， 伊会可能还没 primrose oil 就是防止咱的之类，可能有一种的一只滋润，就是像咱查某个接来讲，咱是防可能荷尔蒙的咯，所以之类咧，伊的这成分呢，会可能的皮肤无安尼经老化，吼，伊有 omega 3， 一种只滋润，哦，接落来个还没成分 ，OK。第三项，伊有一个silk butter，silk butter 是一种牛油来的，所以有这个成分呢，可能的皮肤吼特别特别的顺滑，伊会冻凝咱的皮肤，冻凝就是啥？咱用冻凝块，伊会冻，冻凝伊可能真正 smooth， 可能的皮肤真正 good。哦，所以这个我人的 silk butter 的成分呢，伊会 prevent 虾米咧 inflammation， 就是讲人的皮肤呐是讲有敏感呐、啊，敏感等等，爱加带爱白，伊会好人的皮肤变敏感，伊会好人皮肤冻冷，伊个会好人的这个皮肤呐是讲有受伤虾米，伊个会加速伊的复原。哇，这 silk butter 好了哈，好人怎样 smooth 哈 ，good good 啊，白舒舒滑溜溜啊。来第四项有虾米？第四项话，我甲你讲，有维他命吼，然后维他命 C 5，了个有虾米？个E，维他命 3，咱先讲维他命 3， 即维他命 3 是虾米？作用咧？咱先讲维他命 B3， 即维他命 B3 咧，伊是一个重要的功能，就是可能皮肤变成老人斑加雀斑，或者咩生老人斑加雀斑，伊会防止太阳的紫外线照射对咱皮肤，可能皮肤有安款的这个雀斑啊、老人斑的形成，哈。然后咱来讲 about B5 咧是可能的皮肤特别 good， 哈。让咱皮肤 good， 然后加强咱皮肤的抵抗力，让咱更加有健康的这个皮肤。然后接下来，咱来讲维他命 C。这维他命 C 咧，是一个真正要紧，就是让咱抗氧化。抗氧化就是让咱皮肤吼无安尼经老化，无论是咱点点出去晒日头，点点爱摘囡仔啦，做干出日嘛，点点 expose to 咱 sun 的 UV 啦，所以咱皮肤会真正咩老化。所以 if 那些咱有只 vitamin C 来补得咱皮肤，咱皮肤都无安尼紧焦，无安尼紧大哈。所以咱来看只第尾只 vitamin E， 只 vitamin E 那是干呐？一是 vitamin E 咧，一是无半项。But if 配合 vitamin C 白白啦，伊会形成一个特别美白的效果，所以 C 加 E 真重要，也达到更加美白的效果。所以这几支的我人的这 lotion 哈，总合来说，加强咱皮肤的健康，加强咱皮肤的抵抗力，加强咱皮肤不会产生老化，还有让咱 prevent pigmentation， 还有老人斑，然后还有抗癌的成分，最要紧。伊可能皮肤抹了白色素，花露露有十几点钟的防护作用。第一尾一个最重要就是抗菌，伊会甲咱杀死细菌。今日已经 start 来了 ，offer price 是16.99，所以今日爱买的朋友 come 买呗 ，thank you。讲了产品的好处，当然要用给路人看哈。你一开起你就闻到有海里 tangerine peel 的这个水果，伊的这个。诶，味素真正清香，但起是白色的咯，哦，你看哈，抹落去哈，你看，轻轻抹，轻轻扫呢，伊就 absorb 落去啊，真正紧夸张 ，OK， 真正紧，了身躯阁袂黏黏的，袂黏黏的，就爱得打了，阁有一个清香的味道，所以这个哇，真正
真正顺啊，当天忙了去，个骨骨的。今天那是来白叔叔发落落的，买袂记啊，看咪来搞水买一张。Thank you。